在这一边呢，我们要找 y 等于13.2x2，然后13.2x2 的时候呢，在这一边，我用那个计算机的 table 找出减5、5、11、13、11、5跟减5这个号码出来，或者是我可以用那个普通的方法，就是13减2 alpha x 2，然后 CALC 我放减3进去，我拿到减5；CALC 我放减2进去，我拿到的是5。然后 CALC 我放减1进去，我拿到的是11。然后 CALC 我放0进去，我拿到13。这样，OK。然后我们的这一个呢，它是 x 块的，然后它是减的，所以我们知道它是属于库脸这样的一种形状。然后接着呢，它在这一边呢，我们的那个 x 呢，最小是减3，然后最大是3，然后它的 y 的这一边呢，它最小是减5，最大呢是13，OK，所以我们在这一边我画这个 graph 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一边我就要 plan 好，OK，它就有什么？我的 x-axis 是 2cm to 1 unit，所以这一边我就有减1，然后减2，然后减3，然后这边1、2、3，OK。然后它这一边呢是2、4、2、4，然后这一边是减2、减4、减6，然后上面这一边就6、8、10、减2，然后14，减三的时候它是减5，减三的时候它是减5。三的时候它也是减5，OK，然后二的时候它是5，然后减2它也是5，二的时候它是5，然后减2的时候它也是5，二的时候5，减二的时候它也是5，然后过后一的时候它是11，减一的时候它也是11，所以一的时候是11，减一的时候它也是11，然后它的零的时候它是13，在这一边。OK，我把这些点都画上去之后呢，你就要把它连接起来。不过在你的那个连接起来的时候呢，如果我们是用那个我现在是用电脑啦。然后如果你是用 graph 纸的话呢，它画这个你要画得很顺呢。首先你有两招，第一招呢就是说，你的那个画之前，你先大概让你的那个笔先过几趟，大概知道你的那个要怎样走，它的形状大概是怎样。OK，你先大概过几遍，过几遍这样。OK，让你的手有那种感觉。然后如果你是用纸的情况之下来画呢，其实啊，它是那个。我要讲什么？它是 graph 纸在动，你的手没有在动。OK，好，来，所以你在这一边，哦，这个这样就不美了。所以我们在这一边这样。每一个点都要跟到，然后你不要断了。你一画下去的时候呢，你就要一直顺顺的整个画下去，这样，OK，好，就是这样。